继续来看到严重车祸的消息。今日起日前早起六点外，在北兴街以及兴达路口发生汽机车对撞的车祸意外，疑似是饮酒开车加上车速过紧，致使现场四台小客货车以及一台机车弄作废，现场汽机车零件碎片满地，撞击力度真大，机车技师当场无意识呼吸，现场白色一轿车有酒精反应，酒测值达到0.43，由警方详细调查当中。根据了解，白车驾驶疑似酒后开车，由建国路往兴达路方向，疑似车速过紧，直接撞到对向经过的机车驾驶、小货车和他人的小客车。立即气象局接到通报之后，随即派遣等分队救援车前往。现场35岁机车驾驶因为撞击之后意识不清，而另外一名31岁李姓小客车驾驶头部是撕裂伤，其他两名伤者无生命危险。德安分队立即派遣一辆器材车、两辆救护车，共3车7人出警。到达现场，发现为3辆的自小客车，以及一辆小货车，以及一辆机车发生交通事故。那其中一辆机车，因自小客车强烈的撞击之下，弹飞到另一台自小客车的车头车底下面。那我们抢救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该名机车骑士已经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情形。而且发生之后，被车驾驶疑似酒精反应，警方不排除是酒后开车。详细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。该气象局也呼吁民众，驾驶车辆或者是骑摩托车，拢要保持防卫性驾驶观念，才会使确保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Me all of it.